北港妈祖文化推广工作队今年两批光辉活动又过来了。这礼拜六十月二十四号来北港朝天宫庙后行政大楼光辉，有让妈祖纪念品甲当地特产的送礼，要无数款各种丰富大奖当日抽奖抛登去。这一次啊，就是更多的民间企业跟善心人士自发性的来捐赠很多的东西，就是有嫁妆系列，就是有如意妈祖哈啊，还有热水器，还有瓦斯炉，还有极热型的，还有电锅、电视，只要来参加捐血活动的人，就能有机会把这些赠品带回家。为一百年开始，北港妈祖文化推广工作队从年年在北港举办光辉活动，为一台光辉车到现在已经增加到三台，也将光辉活动变成全民运动。到四月份为止，我们的总共的袋数是5230袋啊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啊，希望能突破6000袋啊，能使更多的受捐者跟更有福气这样子。啊，那你已经将这办捐血活动哦，已经持之有年了吼，会使讲变作是咱北港的一种文化。例行性的做公益的活动，啊，特别利用今天早上，啊，将所有的赞助厂商，所捐赠的物品，提来咱朝天宫的大殿呢，啊，由咱的师傅来做一个加持啦吼。每年举办两波光辉活动，北港真侪业者拢热情收听，像这位经营面线糕的小食业者叶新芳，也为活动以来唔嘛无加入，年年家己开钱制作和北港文化相关的产品，和大家结缘。这张正港的妈祖平安符，好，然后我个翁安尼做书签，然后学生啊摕来也当学业进步，啊，咱若放伫厝内，家庭事业都能够平安吉祥。不管是妈祖相关文创商品，也是北港大饼等特产，拢是真侪爱心业者热情收听，让光辉活动会当一直举办落去，也让社会感受到温暖。这礼拜六十月二十四号，北港妈祖文化推广工作队第二波光辉活动，热情邀请大家来响应。记者李克森差不多。